一个人玩累了，就这样趴着休息了。Hello， 你这样舒服不舒服啊？来，过来来，过来来，啊。等会儿下午给你照个灯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庄。今天啊，又要帮这个小可怜 Hello 给他做个按摩啊，然后在今天帮他做一个红外理疗。也跟大家说声抱歉，这两天有点忙啊，所以说视频断更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，好吧？一边做理疗，一边给他按摩。像他这个后半肢神经瘫痪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。如果有遇到过的话，有什么经验或者好的方法，可以私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一下。因为他这种情况，我们也是头一次弄。也没什么经验，这个温度刚好啊，不烫，给它照一照。你们觉得像他这样子做这个红外理疗有效果吗？听他们有些人讲是说有效果的，所以说我们就给他做一做，只要对他好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。舒服吧，看到啊，舒服了啊，然后只要有空就给你弄，好吧，快点好起来。腿部拉伸训练是必须要做的。大腿按摩，大腿的肌肉一点都没有了，都没肌肉了，肌肉已经萎缩了，这边也是，都萎缩了。后来吧，我说你这样该怎么办呢？理疗，红外理疗，按摩，腿照照啊，用照片啊。看他呀，其实蛮乖的，知道我们在帮他弄啊，帮他弄得舒服的，祝他早点康复。好了，我已经给他给照好了，给按摩好了。如果说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、评论或者私信都行啊。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恨楼的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，拜拜了，我们下期见。